二组决议嫌犯一个车身，确认白色小奔驰，车号京 T 如意 H28，保持纪律，开车。运作二组，嫌犯刘明宇车上有枪，未获其他车上的执行，防止嫌犯挟持人质，本人全密集的地方停车。一组听到了吗？嫌犯上了北三环，直奔向北，我们这边没跟上，车特别多。一组在三环上，离嫌犯车位跟着。
把枪扔了。于明，回家吧。别动，扔了。翟董，翟董。可以走了。我老公呢？十点之后来领吧。家里可能有点乱啊，我们的人查过了。你打死过多少人？我是警察，刘明义是枪犯。跟他说什么？我怀孕了。有事打给我。北京还有亲人吗？他父亲死了，母亲赶下美国，她丈夫通过快递贩枪，她不知情。刘明义的上线是我们一直在追的马三探。我女朋友想留在北京。六哲，
喂，下多了啊？睡了。失恋都不回家，在北京住大房子耍有钱的男朋友。你是哪个？我他男朋友。跟他说啊，骨头要找房子需要15万，最后一次找了要，估计没关系，就当没养活他，住在外头了。你谁呀？我于苗，房贷不供了。你好，你是于苗。对，动手票。谢谢你好，谢谢。人死了总得赔钱吧？我老公也死了，他那是活该。你给我出去！不给钱我哪儿也不去。你看什么随便拿吧。你把手放开。不给钱，我就捧着。
总有个说法吧。你不就要钱吗？就是钱。把这个给我。给我。不够。要不要？我跟你说，人都有脾气的。多少钱？一百。这是现金。这卡里有68万。房子卖掉的钱，我会存在这个存折里。明义小时候的东西，我留了5万，有人追着要，不还不行。不要钱，还有一个明义留给我的东西不能还，我带走了。什么？你不能走！宋宝清。你那个张一鸣，用你100块买的，不给钱弄死你！
谁都比我牛逼，谁都有房子有车子。我不想，不是，傻子，从蹭光亮的车里面一出来就把我女朋友打死，你还比我委屈？那你说，你要多少钱？15万。后头那个人是哪个？认得到不？他不认识。停车。不是警察吗？你是谁啊？马三谈，钱带没得？他也带上。付个钱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。警察啊？他不是。说实话。你卖给我老公的枪，打死他女朋友，他还是跟着我来掏钱的。出来。等等，弄死他！不要，不要！开枪！不要！上车。
你奶奶瞧不完。不要替我躲开。你说啥来？姐，待会儿要跟家里人说，我会替给你们干。明天上午十点，约好档期。要是来晚了，钱我都不要了。我晓得你男人住哪儿。把钱给我，在枪柜里。你小孩？你的，流产了。明天跟我去一会儿妆，上了吧，三姨。法庭探员是谁？开枪打你的那个人，打死你女朋友的枪也是他的，跟我有关系吗？想一偿命，知不知道？15万，你又不是赔不起。看看你，一家三个人。死了两个，账号发过来，先汇4万。15万你又不是存不起，每年个规定给你税，良心做啥？我当这么辛苦的也不容易，我操！自豪的穿
套的，比你们不容易。钱拿着哟，啊！谁下得了那么多钱啊？又不掉150万，银行等好，马上给你们发过去。亿万富翁也没现金，好吗？要多不出钱，反正你答应我的，说还要算数。说还就会还，死人都还。钱借给谁的？一会儿家里要15万造房子，都不寄钱回去，当女儿白养，死外边。明天送我去御花庄，钱算我欠你的。
这实力值还凑合，马三太的吧。验完枪，把钱放下就行。问东问西的，你是谁呀？你干嘛来了？哎，民了们，哎呦哈，都活了吗？啊，明白了。问你话呢，找马三探。你们哪个是啊？你们人是？我女人。人被警察打死了，衙门赌气，瞎说。闭嘴！你说是不是？他是不是警察？玉苗，别赌气啊，好好说。说清楚啊！我到底是谁？我看你龟儿就是警察。警察挂相啊！滚！你们要帮我弄哪儿去？帮打听，早透早省心。还有啥子好透的哟？早抢我点啊！追你一年多了，你一个人一年能造100来只吗？我没得那个本事。干你们这行的，应该明白我们是怎么回事。人都蛰了。扛得住吗？这次出来还带了20只流尸，在哪儿？离这儿不远。我要问他。你少给我耍花样！真的要问他。前面怎么了？修路。叫小杰带着一面下车。下车。站着别动。我想单独跟他摆一下。不行。你是不是很想把我弄死？是。你个寡妇！哎，苗，哎，小静，抓住！
弄死我！干什么？过来！你说他还活得成吗？不过他们这趟，墙里东西谁碰谁死，命只有一条。留着好好过日子，明白？兄弟，死了没？肯定噻，曹仁嘛也走了噻。快走！连队，于苗进车站了啊！上车了吗？我看着他检票了。我让你亲眼看着他上车走。换别人的话，刘明义也会被当场击毙的。别废话。动手之前，你说看见另一个失主了？对，徐天跟于苗在一起，后来一忙人就没了。真他妈天冷！您的座位在这吗？好，谢谢。先生，麻烦把箱子捧过来一下。美女，请拉链吧。子宫损主，
多少钱啊？价钱好商量吧。连队，有事儿？这是刘明义刚才的 QQ 聊天记录，您看一下。怎么的？这墙上我就感觉对面山上有人。北京的，记住叫于苗，有可能叫刘明义，马上定位。怎么了，你说怎么了？于苗没走，老马在他同伙手里了，你们跟着去定位。齐了都，到你屋的。你到底要干啥子嘛？先出去把门关了，啊，哪个都不准进来。钱表明说，这是我女朋友的命，之前是我女朋友的命，还差10亿万。你们两个不是一对的吗？少一万，美女。你哥拿走了。我们 QQ 上说好了的，少一万一条人命。你有枪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反正你们两个得死一个，那条虫子跟哪个都不熟，他喜欢哪个，哪个都要死。要不然你主动点儿，等一会儿还有人跟我谈生意。啥子意思啊？啊？狗子是啥子意思啊？保安探认识，活着呢啊！
都要见你。你听着啊，别动于淼，杀人和贩枪罪名不大一样。喂，小杰，头，定位了，小心点。别紧吧，别人醒了。谢谢啊。目标在北郊二中路。等我回来，告诉我10000块钱在哪里。行啊你，骨头挺硬，都死过一回了，现在呢，想死想活？活。你家兵工厂在哪儿啊？我弟弟，我你弟要什么？我们家的规矩，出来做生意，要是被抓，就弄死自己，或者焚香炉。你弟在哪儿？怎么找他？说话。哎，说你呢，干嘛呢？我在化验科。化验科在一楼。站住！兜里揣什么了？把手拿出来。把手拿出来。便利。刚才有个转化验科的，人呢？那边去了。
后门里。早就来了，走，放心了，大罗。枪啊，啊，左道，左道，你谁呀？我是肖妈，我哥他在医院。这是我们捡的。捡的药垫个数噻，说好里头20只，只有19只的嘛，这次你表了。我们只跟马三太做生意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哥他在医院，我是小马。哎，1只5000，一共10万，钱给我。你怎么能证明你是他弟弟？怎么你就过来？老子给你证明！你个狗子，走！证明！哎，你要证明！哎，兄弟，兄弟！有种你想打死我？一颗子弹好多钱？你可以啊！老子辛辛苦苦做出来，还把他们弄出来？一把枪5000，还是5颗子弹？老子搏命挣钱，你们狗子的不讲规矩还抢！兄弟，够了吧？这枪和钱我们不要了，人也打了，我们错了，行了吧？钱给了，东西不拿，你们抢老子不抢？这车是你们的不？
钥匙给我，还规矩吗？你问我在哪个？你们两个哪个去医院帮忙弄死我哥？弄死我哥抵10000块钱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弄死我哥抵10000块钱，要不然你们两个里头必须得死一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头有七口人，3个小工，做枪3-4年，一般都是我卖。那回货比较多，所以我哥都跟到来了。出门前都说好了，如果被抓了就弄死自己，自己舍不得，兄弟要帮忙，要不然肯定扛不住警察审。你说家头七八口不能收钱的，是不是？别再动。没得真的吗？你别去杀马三，他但是他竟然跟他拼了。我去医院杀马三他根本就不是为了你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俩不是一路人，如果在北京遇到你，也只会把你当空气的。我欠你的下辈子还。人只有一辈子，那就算了。不能算，还有一辆车的钱。等你活着回北京吧，就跟我朋友一样。
我怕你也活着回北京，我怕人不熟，我不方便要。好了没得？ 我刚才想了一下，一对鸳鸯绑在一起的确比较更安全。15分钟，你到人民医院的时候，楼里头有3个警察，我给你打电话。30秒之内，我要听到枪响。他死了。我照你说的做，他能活着出去吗？我做生意很规矩，你看到了。 已经有了，在南纺区乐丰。快快快！走走走，绕回来，绕回来！快走快！走吧，走走走，绕回来，绕回来！走走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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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三十秒，你的枪不行，我的枪行。 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？你说。别动！把人推走。别动！ 晓得也得办，不晓得也得办，该再帮他。可以了，撂了。照枪窝点，该开化临水镇八虎枪，两口孙石头七十一块。电话那头是不是要钉枪上？许天，想把他在一起。 你来找马赞探，是为了他。你们去找他，也带上我吧。 需要弄锁吗？是。这个电话要用呗。
给你爸妈打。哦，你好，请问是于苗的朋友王先生吗？我也是于苗的朋友。还睡着呢，没事下午打。急事儿，于苗的车不是托您在卖吗？这样，我先发一个账号过去，麻烦您直接把卖车的钱汇进去。什么车？于苗的车啊，他没跟你说吗？他车上星期就卖了，现金都给了，没他记得，给了8万，骗子不是的吗？要么就是被于苗骗了。你在北京是做啥子的？送餐。挣得多不？多少？都说北京不好。我觉得挺好。天安门、长城、故宫。这个跟你有啥子关系？跟中国人都有关系。老子一回都没去过。方便的话，能不能把40000块还给我？我也不买枪，你就不成抢了？40000块钱还你的命吗？那我明天回北京了。为啥子？贾小朵的钱，我答应过他家里人。贾小朵是哪个？我女朋友，就是被你家的枪打死的。我就是讲原则，我不弄死你，这点不算太高，看你命大不大。等等，我刚才弄错了。其实我想给我爸打电话。算了，打了也别打。哥们儿啊，你不能好死！我告诉你，你不能好死，信不信？啊啊！你哥到底死没死啊？警察为啷个不抓你？算了。
得师傅到哪里？坐不坐车？今晚我打你去。师傅，你到哪里哦？北京。那要好多钱哦？我有钱。
王贵，别拍了啊！王贵，王贵，来来来，来，请王贵。王贵，别拍了啊！王贵，哎，王贵，是王贵，别拍了，王贵。好好好，来来，快点，王贵，别拍了。经理，别后面你。哟，上不上啊？脱了衣服你不认识我了？
这里是贾小朵的家吗？15万。他死了。小豆，小豆。